有软，但是没有到非常软，可以，好吃，不甜。西米达人煮饭2.8杯。香菇跟杏鲍菇的混合，还蛮好吃的。对啊，这个上次妈妈吃，有吗？有啊，我们上次吃了一次。炖品，烹调时间3小时。对，水好像多了点。洋葱、葱、炒牛肉，竟然是牛肉，孜然，切小块，蒜面秀。为什么他们？为什么最上面的是凸出来的、啊？没有故意撒的啦。哦，美学。天哪！太多了，你看你又吃光光了。鸡肉、鸡胸肉薄片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白菜。你呢？汤匙。其实咖喱我也不是不能吃啦。那你再按一个。我不喜欢。切太薄了。这嘛是偌贵呢？有啊，这样子。有啊。嗯嗯嗯嗯。台湾腔。